土耳其加纳卡利的 Corin 酒店，达达尼尔海峡风情酒店。这家酒店虽非五星级饭店，但是馆内设备还很周全。馆内的咖啡座与酒吧台，挑高式的大堂，后院面临达达尼尔海峡，这才是 Corin 酒店的卖点。有一座半圆形的游泳池，现入冬，游客都躲在室内温泉泳池。这里可亲临海峡岸边步道及沙滩休闲，难得体验一下达达尼尔海峡美丽风光。傍晚漫步海峡步道，抽得浮生半日闲。这个方向往爱琴海直通地中海，风吹浪起，这也是海峡最宅之处。这个方向往马尔马拉海直通黑海，滨海公园。设有许多餐馆与咖啡馆，通往市区的道路，沿海峡步道望去无穷尽的延伸，临时置身于异国之地，又是在世界知名的达达尼尔海峡，有种特别珍惜的感觉。今日有幸来此，何日再与君同来，岁月不回，得好好享受这样的美景与气氛。市区内整齐的公寓楼，看来人口不多。在黑夜来临之前，除了来往车辆声之外，显得宁静。小镇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清真寺，六支拜见塔高耸，这是小镇的名称。由酒店高楼鸟瞰小镇全景，谢谢观赏。